等把这一点点补上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情侣了。哎，谢依啊，要不你收拾收拾东西，我家都已经收拾好了，我想接你去我那儿住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想去吗？ 可是，只有男女朋友住在一起才合适吧？我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啊。嗯，客观的来说，我们的确是男女朋友，但总感觉差了那么一点点。等把这一点点补上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情侣了。哎呦，雪姨，反正我是一天都不想再等。 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两年都等了，还差这么一会儿吗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今天就不劳力等送了。结婚要有婚礼，恋爱当然要有告白。你看啊。 这女孩呢，把她的爱都藏在心底，就像这杯杯底的珍珠一样，而告白呢，就是这根吸管，啪，直接插入她的心扉，这样她才能毫无保留的把她的爱与甜蜜与你分享。那我需要怎么做呢？你来找我就找对人了，我这地方。 灯光一打，音乐一放，绝对浪漫啊！这事儿我在行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布置这个场景需要多久？明天晚上7点，你带着写意准时到我这儿来，我保证你的告白一步到位。保密哦。 OK。 之前对不起啦，接下来就让我为你做一点吧。